啊，一个词，话多。乐高还是魔方？乐高。还想加一个啊，都可以，无所谓。长高十公分。啊，现在目前这么看，卷发好像好看一点。啊，排球。养狗。看心情，面条多一点吧。都选。如果再给你一份香甜，是打排球。打排球。我让你随便一个荒岛中的余生，看看你的名字。我哪个都不选。嗯，可能想当兵。休息时候选的。睡觉。每天一定会做一件事。玩手机。近期收到最喜欢的一个礼物。近期我没有收到礼物，你们谁有想送我的吗？可以看到你最喜欢的东北美食。东北美食，锅包肉，锅包肉，锅包肉，还有啥呀？烤冷面，还有什么烤肉？好了，耶、yeah! ！